时尚网红茉莉经历一连串的争议事件后，人气逐渐回升。近日，她受邀飞往美国出席了苹果的发表会，并第一时间曝光了 iPhone 15的细节。最让她感到惊喜的是，手机的钛金属材质让机身变得更轻，也让她笑说以后再也不会因为手机太重导致手部发炎了。此外，这次的新手机配色有粉红、蓝、绿、黄等，满满的多巴胺配色。她拿起粉色手机时也感叹直呼粉色本尊十分高级，美得让她激动不已，直言这应该是苹果有史以来最高级、最时髦的手机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茉莉也特别邀请了苹果的 CEO 库克向台湾的观众们打招呼，大赞对方超级亲民啊。We're from Taiwan. Hello, Taiwan. 亲。